好，现在是我正在去元阳梯田的路上，在路边看到很多人在田间劳作，很感兴趣，我想去看一看他们在干嘛，在收获什么东西。先猜，大家先猜一猜吧，我现在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目测呢，目测也看不出来个啥，到前面去看一看吧。你好，我可以走过去看一下吗？啊，可以，我站走过去可以的。啊，不要踩到就好了。不要踩到。你们在踩什么？这踩的这是什么啊？啊，这是踩的这是什么？这个？菜吗？菜，哦，菜花是吧？啊，不是。是。哦，这个菜没见过。哦，这个长大了就是那个油菜花是不是？啊，嗯，像那些的看货是这个菜长不到的。哦，你手上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一抠就下来了。这个是角是椒。哦，这菜就新鲜了，这么大一片。是啊，这新鲜。嗯，你去干嘛？拿那个东西。啊，我啊，嗯，我是旅行的。对，正好我在路过看到，我看你们在踩什么。哦，你这踩的好整齐啊。哎呀，人家老板要这样要这样要求，没办法。啊，踩的就是长度都差不多，这样摆得很整齐，又很好看。这菜场就是在中，主操场。那放。啊，这一片地都是。这一片一直到下面，然后那里全部都是一个老板的。一个老板的，然后现在到采的季节了，就是你们都过来帮采哈。嗯。采这个，他一天要给多少钱呢？这个是6毛一斤呢。哦，你采多少斤来算的？6毛一斤。嗯，是啊。等于说这个菜，先不谈别的，这个人工的成本就是已经6毛一斤了。啊，就是人工的成本就是6毛一斤了。这个到菜市场能卖多少钱一斤啊？不知道，可能要卖，最低价的可能要卖7-8块吧。7-8块啊，最低价啊。嗯，最低价的。是的。对，你看它还要肥了什么东西？对，还要肥。是吧？肥啊，人工啊，种啊，什么都需要人工啊。嗯。您这还带个小朋友在后面。小朋友睡觉了啊，睡着了啊。小朋友多大了？4个月。啊，1岁0.4个月。哦，这个小朋友还能把它学得很整齐。啊，还要笑，不笑睡觉。对，就是摆在箱子里面是整整齐齐的。菜叫什么菜来着？菜心、嗯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一天能采多少斤啊？一天啊，就是按筐的。按筐来的。这一筐有多少斤啊？看那个菜重吗？就是6-7斤啊。啊，16-17斤，嗯，那你一天能采多少筐？嗯，大概呢？大概啊。嗯。菜好，你来就找了我20多筐。20多筐啊？哦。对啊。哎。这边干嘛呢？这在繁忙的菜园里边，这边还有做生意啊。香辣鸡腿。买香辣鸡腿，谢老师嘞。叶菜，这是咸菜啊。酸菜啊。买香辣鸡腿，叶菜，蜜雪。买香辣鸡腿，叶菜，蜜雪。
啊，我要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凉虾。凉虾。对。凉凉的，冰冰凉凉的。甜的是吧？是的。辣椒要不要？辣椒要，给我多放点辣椒。再给我一个鸡腿。来，今天午饭在田间地头解决，一份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叫粉吧，这个叫粉。这个香辣鸡腿，还有一份没有吃过的凉虾。这个叫凉虾，这里边这个白色的叫什么我也不知道，这个蓝色的这个叫什么果条，尝一口，有点像果冻，还挺好吃的，甜的。凉虾，粉，香辣鸡翅，今天就午餐，在田间地头。田园生活。